午后大雷雨在新北市永和还发生了天降水泥块砸伤人的意外。那么当时有一道雷突然就打在住宅大楼顶的了外墙，也造成外墙水泥块就从16层高的地方砸了下来，不但砸破小吃摊的帆布，还砸到员工的背部。大雨哗啦啦，伴随好几声雷鸣，新北市永和9号中午雷雨骤降，还直接雷劈住宅顶楼。外墙一整片焦黑，一楼小吃摊帆布也破了大洞，地上还有好几颗水泥块。很大声之后呢？原来一道雷先打到大楼，外墙水泥从16层楼高应声掉落，砸穿小吃摊帆布，落在陈姓男子身上。第一时间他还没发现，只觉得雷声好大，回过神后才惊觉已经被砸伤。因为那时候我就倒油，倒在哪里？就倒这个背油。事发当下，小吃店正准备开门做生意，所幸店内没有其他客人，没有酿成更大伤害。不过这栋大楼日前就发生好几起外墙剥落意外，还没修缮完毕，没想到又砸伤人。有人无？无人。就怕已经摇摇欲坠的外墙水泥再伤人，大楼管理员冒雨注意检查。你会打到地雷，是怎么会打到那边去啊？这起意外一人被波及，所幸男子只有擦挫伤。他也表示难免会遇上天灾，没打算对大楼管委会提告，只是突然天降横祸，还是余悸犹存。记者蔡慧饶用中新媒报道。